Hi，Hello，大家好。所以现在是开始吗？有了。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是一个插曲，我们的最后一集在今天上线了，在刚刚的6点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看的还好吗？看到很多人都说看到哭，因为我们最后一集确实是，真的是我们杀青的最后一场戏。然后，其实，在那一天我们有很多感触，所以其实最后一集对我们的演员的意义也是非凡的。嗨，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，我今天看了最后一集，我这样23号还要去。生日 party 吗？圣诞 party 吗？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，我到底要看还是不要看？但我能够保证给你们的，就是在23号我们的圣诞 party 的时候，会给你们满满的甜，满满的爱。然后我们大家所有人都会在那个场域跟你们大家一起相见，一起看这样子。嗨嗨。How old are you? 23. 再一口。好吃。约定好了。会有直播吗？应该会吧。好。刚下班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在约会。Yo，嗨 ，surprise，是 Alex，你是呛到，呛到，是 Alex 啊嗨，，Hello，难道是就是他就是我，你这样好难 ，Sorry，有水啊，没有，我们想说嘿，快来快闪一下，播个10分钟、15分钟，对跟你们啊。大家打个招呼，然后。问一下大家对于最后一集的感想，因为确实有太多意外了，然后这些意外都是我们出乎我们所料没的发生了，对。错，所以他，因为我刚刚没有看前面，你说他们怎么样？第一，最后一集很看多到人哭哭，啊，对吧？因为其实我们在看最后一集的时候，其实也是感触会很多。对，而且我们今天刚好就是两个都工作完，然后就约在外面对啊，吃甜点。对，我们来吃甜点。哎，这样我们是不是算终于失约了？我们是失约了，没有错。对不对？因为很多粉丝没有之前有，可是就是没有那么长。对，对，然之后前粉是丝有会了，一直，你进来一点，粉丝会一直敲碗，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多失约一些。对，然后他们想要看真实的我们失约的，可能照片、影片，但是根本没不用错，看了。然后再看，干嘛给你看啊？不，没有。你们的片段。其实我觉得，怎么说呢？会二搭吗？不知道。希望可以星期五到场。对啊，我们现真在的还是。是，虽然最后一集上了，可是还是很希望礼拜五的时候，对，所有粉丝可以见到所有粉丝在地点，你知道吗？在西门町的乐声戏院。哦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们那天会是用超，也不是超大，就非常大的剧目厅。巨幕厅，对。然后那整个视觉效果，还有就是现场的音效那些都会很，我觉得很震撼。因为我们第一次办那个记者试片会的时候，我们用巨幕看，那个感觉就完全，对，不一样。对，完全不一样，然后非常震撼。因为说真的啊，你们看，如果真的看了最后一集，但是还是来了23号的那个活动的话，可能没办法给你们太多太多的惊喜或是意外，但是一定会给你们没有满满的听诚说意。很多的粉丝就是今天没有看，就是反而是想对，要留到留到星期二十二十三三号号的一时起。候。对啊，而且那天除了看最后一集，还有我们有其实很还多有很活多动，的对很多的活动，然后很然后还多有送的礼物，礼物，很多的对。互动，就是各式各样。我觉得就是戏外的甜，
然后可以让大家有现在现场的粉丝来捕捉。对，主要是因为不知道再下一次的宣传跟粉丝见面的机会是什么时候了。对，所以真的希望真的是可以跟大家把握机会，然后再多相处，见一下大家。对啊，好啦，我们回答一两个问题，我们就好啊，我们继续吃我们的甜点。对，我们要把那个蛋糕吃完。对。对最后一集的感想是什么？在哪里？哦、oh, ，最后一集感想觉得哪里最遗憾？哦、oh. ，你有觉得什么？哪里最遗憾？遗憾就是，遗憾就是太快结束了吧？对啊，太早结束了。唯一的遗憾就是感觉可以再有更多集，然后跟大家见面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应该是我们太舍不得这个大家庭了。对，而且大家听，大家都很和乐。对，也要谢谢大家这快三个月的时间，三四陪着我们，然后一直在不管是网络上还是我们每次直播，大家都会很挺，就是来替我们加油，然后跟我们讲就是他们看的感想。哦，手好抖哦，好重，多重啦！你我手机是怎样三公斤？我今天健身，我、sorry， 对啊，我的手已经对，就是因为。我们的宣传，我们的整个不管是直播还是任何活动访问，其实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你们的回馈。对，对啊，我觉得这些对我们来说是回馈，对啊，是最大的。Yep， 没错。好啦，还啊，还不是你要再问回答一个吗？那你觉得最遗憾就是对啊，我们太快结束了。对啊， okay？ 真的还蛮舍不得。两个人在甜点方面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喜好？你喜欢吃什么甜点啊？其实我刚有聊，对，我很喜欢吃甜点，可是我都不敢吃，对，就是要顾那个身材，就是男艺人的担忧啊。你知道我会怎样？我有时候都会想象自己就看到很好吃的，比如说巧克力蛋糕或草莓蛋糕，我都会想象自己在吃，然后就过那个瘾，望梅止渴。对对对，就真的想象哦，好好吃，吃完 OK， 然后我就走了，我就走，然后我也不会特别去买。好难过。那你会不会在家里突然好饿，就画一个提拉米苏了？不会啦， okay， 就是还是完了。对于甜点，因为甜点真的就是你知道，就有在健身的人都知道，糖跟奶油所有的它里面的成分都是高脂肪的、啊。对对，但我自己也不吃什么甜食，我不吃甜的东西。可是如果你今天就是选一个最喜欢吃的蛋糕哪一种啊？我喜欢 cheese， 哦 cheesecake， 嗯，哦我也喜欢，我喜欢 cheese， 我喜欢草莓的。我不吃草莓，草莓这么好吃，我喜欢草莓跟巧克力。哇，今天约错人了。你喜欢巧克力吗？你不喜欢巧克力还好，但我就是哦，你就只喜欢 cheesecake。cheesecake 对，就没了。提拉米苏还 OK 一点点。OK。对，但甜点我其实都不吃。跟我一样。你不是你不是不你不是不吃，你是不能吃。对。对，好啦，好啊，那我们就那我们今天就是稍微。快跟你们寒暄一下啦，对啊，对啊，希望大家，不管有没有看最后一集，其实我们整个团队都是希望可以给你们最好的喜剧，然后也希望在这段时间你们能够快乐，然后可以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担忧或者是担心放掉，我们就好好的看我们的戏，然后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初衷，就是让带给大家最多的快乐跟放松的心情，对，好，那大家我们就礼拜五见哦，23号，那我们就在西门的乐声戏院，我们在那边见喽。OK， Good night， 一定有让你们值得的地方，没错。OK， 来的就知道了，拜拜，拜拜 ，See ya， See。